讲啊，有什么事要跟你影迷说？抓抓到了！我把眼镜拿给他抓。啊？眼镜和盒子。那也可以。盒子给他抓，因为他小孩子要他要抓东西给他抓，他才他练他的脚手力。啊！那给他看了怎样抓东西。抓了，他说不好抓。大家都看到，就算我故意注意点，他的眼睫毛还是一根一根的，不会像这样。这眼睫毛这么好，一定受欢迎。我们也很想看到。好了好了，姑姑讲解得很清楚了。我相信大家呢都很了解这只红毛猫有什么特点了。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它除了不会把我的眼睫毛粘成一团之外，跟市面上其他孩子比较，它有什么？你来听他妈妈讲。我想你们也很喜欢睫毛吧？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呢？好。睫毛膏呢有很多颜色，那我们的睫毛膏跟其他品牌的颜色有一点不同。那是要拿东西。腮红、眼影、粉影，市面上没有化妆品只有一种颜色呢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有建设性的答案？它的防水性很高，就算游泳也不会变形吗？水只是一种功能，不是一种特色。这种睫毛膏还有增长睫毛的作用。如果只是增长睫毛的话呢，就没什么作用。但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测试报告显示，这种睫毛膏可以使得眼睫毛的弧度特别自然，并且效果呢是持久。对，这方面的确是我们的产品的特色，希望大家好好记住了。非常好，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。太用力的现在拿什么啊？他拿下面拿脏的是吧？哎呀，他有东西拿就拿了。没有，他要拿给他拿，我要看他拿。他拿下面拿脏的，你看上面的他不要，他拿下面拿脏。他拿郭富城。啊。看他。你看他。要看他怎样拿东西的。啊。哦，撞到了，撞到了，哦，撞不好，撞到了。
哦，等一下，我妈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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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等一
我现在看他怎样拿他这本书拿下来。拿来要多咩？没化妆，我们回去睡觉喽。小心啊！他是要拿下面那张，他不懂要怎样拿。你看，他是要想拿去下面这层的。累了。因为要给他训练的啦，站一站。脚都没有站好。下雨了。你不要把我们说的那么贱好不好？如果那男的不想的话，他怎么会呢？啊。这是华晨宗的水。